很邪门。我就直说了，我和你之间百分之百不可能。我说什么逼呀、啊？你开车吗？我请你喝杯。土地公还是很角色，拐杖一拿就直接扫射。傅老板少废话。哎，你这根法器真的很浮夸，真的。这根不是济公的吗？我觉得这个一定，这个东西一定有问题，是那种什么什么上古神兵之类的。上古神兵，对。好，敬请期待嘛。终极一班六，土地公的精彩表现。这是仙眉耶，没有仙人是没有这种眉毛的。对对对对。对啊，这是叫眉。这怎么那怎么好意思？眉毛在哪啊？他眉毛，他的眉毛可以塞在耳后，超耳。妩媚，妩媚娘，妩媚。啊，我觉得这便当好吃。蛋糕也要吃啊。这个是我的。刚刚是老鼠吗？跟我开玩笑啊，真的。什么公寓什么都没有，然后超简陋。我唯一看得到比较值钱的就是这幅画，这最值钱，我跟你讲，这卖掉真的可以买一栋房子。这是什么？这卖掉可以买一栋房子，这是我家最值钱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大家要好好珍惜。这世界很酷。